哈林连线发威，火箭舒胡二连胜。NBA 火箭队台一之星林书豪开季表现耀眼，昨天季赛第二场做客亚特兰大老鹰，远投近切无往不利，拿下21分10篮板7助攻，准大三元的表现，率领火箭拿下开季二连胜。好小子和队友大胡子哈登组成哈林连线，打出快速球风，让好小子如鱼得水。两人首战合拿49分20助攻10篮板与8超截，昨天再联手斩获66分17篮板与9助攻，看得球迷开心又舒服。昨天一早在华山艺文中心看直播帮好小子加油的200名球迷，简直要嗨翻天啦！好小子昨天拉下10个篮板球，是生涯首次达双位数，也是单场最高，其中有5个进攻篮板，也是生涯最佳。火箭昨天最多领先16分，但失误过多，第四节曾被老鹰追上到领先2分，还好火箭及时靠哈登跳出稳住战局，最后有惊无险以109比102带走胜利。小球迷还黏上大胡子，扮成火箭爆红球星哈登。好了，林书豪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好，被重拳击出宫。因为他打球很厉害。他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？好了，那就为了得奖。东新闻，舒胡连线今天回主场报道。